明天就是2024大选投票日了，你准备好投下神圣的一票了吗？想象你在手机上滑交友软体，只看不同政党的自我介绍，你会向右滑表示喜欢，还是向左滑表示不喜欢呢？让我们一起到台大校园问问大家。在家里都先吵过了，这比较斯文，有的比较粗鲁。民进党，民进党，对对对，往右，往右，好，哎，1985年，所以就是民进党。我会右滑。不可说，不可说。KNT。KNT 是你王卓，我们的那个立场已经非常的太过分明确。没有，我们非常清楚，不喜欢我们的邻居。会往左滑，对 ，sorry 了。两岸和平，要和平都是要台湾的。国民党啊，国民党就会和平，我们都喜欢国民党。如果从中指的话是右滑。时代力量。2015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一个还 OK 的，他现在走中了。虽然我个人对于特定政党有偏好，但如果就这个宗旨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我是会认同。台湾民众党，柯P党，最左，最左，柯P的民众党吧。八月这种话，放暑假的时候，实际上，他本身就是蛮自恋的。他们最刚开始的初衷的话，我是觉得好的，但是目前来讲是暗差。亲民党嘛，太厉害了。因为一个是陈美栋，台湾激进，台湾激进，那这个会左滑右滑？右，最右。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台湾对，这是台湾激进吗？右滑好了。右滑好。13。13。哦，不分区哦。对，不分区。不分34。不分区立委有几席？好，对。34，34几？我才34，因为通常不分区名单通常都会说安全的是多少，所以大概算起来就34。5%，5%，5%吧。5%，哇，公民还没有忘。A B C D E F。G， 他是轻中的，他所有事情都很夸张，完全失格的人，非常恶心，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哎，韩国瑜最好了。我记得他在夜夜秀上好像不是用膝盖走路，反正他们是用一个很，但是就是绝对不是用脚就对了。高雄市场绕跑选总统，众所皆知，主张爱情摩天轮，这个是他选高雄市长前的政见。迪士尼也有，但是后来就是他说什么还要跟迪士尼的高层谈判。我记得他有在立法院打人，好像是打陈水扁吗？因为我最近在 Threads 上面有追踪陈水扁，他有回发了我，我就有吓到。对，上次总统落选又被高雄市民罢免的韩国瑜又来喽。这次如果投给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，就是在支持他当立法院院长哦。A 政党对 B 通臂理权的对 C 对 D E F G H 这些都是都有，所以他以上皆是人权分裂。他的能力很好，人格有问题。他有参加反服贸？对 B 应该有，因为重启服贸是台湾民众党的最近的一个那个政见，然后他最近加入 C， 我记得也有。如果有 C， 可能就会有 D 吗？对。李全教应该是，就是台湾民众党应该是有支持。我觉得 E 跟 F 可能都有，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很矛盾，因为就是加入前跟加入后。题目中这些彼此矛盾的事情，都是从时代力量退党后无缝接轨加入台湾民众党的黄国昌做过的事。大家投票前要研究一下自己想支持的政党和背后的候选人，最重要的是明天一定要出门去投票哦。